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林丽杰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位超级马拉松选手，他是一位很棒的运动家，他就是陈彦博。因为我本身自己也热爱运动，心里知道也唯有运动才能保持健康，所以我要像陈彦博一样，不在乎任何环境都能克服而实现自我。你看，不管天气多么恶劣，他都可以异地训练，甚至到大卖场借冷冻库来自我训练哦。所以希望未来我也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谢谢大家，一定要运动哦。